信的是这样子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我的视频，但是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非常感谢。我们今天来做医保，文件都拿了，护照、户口本，然后我们结婚的文件都拿了，因为不知道他们然后要什么。和老公，你本分是一百只刀，可以拿医保，因为我是外国人。可以啊。我有一点怕，要必须的拿医保，因为有什么问题去医院太贵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哇，很快。医保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表拿好了。是的。在哪里住人啊？他在附近。但是这个面包店为什么没有？在街口，因为我们没有那里的那个。地铁接老人，你们俩。没上吧？对对对。他这个户口没上这边。这边有没有什么证明？就是告诉你，类似那种钱财嘛？那这个记录。有一个拘留许可，但是没带过来。没事，你们用手机也可以操作。有可能手机也可以登记。你是说有，但是没带是吗？啊，对。那你可以走一下线上的渠道，你回家自己手机上面登记，看试一下行不行。或外国人居留许可有效期内的境外人员是可以参保的。我给他填进去了，你认同医保服务填进去。你的身份证给我一下。我的身份证。嗯，可能得家里东西拿过来，因为你公公也不在家，你妈也不在家，是吧？啊，对。所以他得回去拿那些材料。你现在要交哪里的医保？就我俩都要参保莆田的居民医保。对对对。那你就先我们系统里先给你做参保登记，你开通了，你手机上就可以给他参保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知道我是这样子写文件，我都有错了，我也不会写我名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拿文件不够啊，我现在快点回家拿，快点回来。老公现在在这边啊，写名字，要写什么他写，然后会快点。这你签字。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收起来，这给他们。这个给他们。嗯。医保还是要继续交的，医保是不是？嗯，咱们这个办的是医保就可以了，可以的哈。对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要缴费吗？嗯，现在可以。福建税务，福建税务公众号上面缴。啊，在福建税务公众号上面缴。对。缴。对。嗯，行，谢谢。后面有电话，你不懂打我们电话了。嗯，行行，谢谢你哈。没事，好，谢谢，没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做好了。申报好了。然后我刚才尝试一下能不能交钱哈，明天，我后来我交不进去，我去问了一下，他说明天。今天昨明天给钱，所以是这样子是吧？今天晚上我晚一点我再试一下。钱我然后，去医院视频。我说你，我现在都想这个问题，因为太贵，不是太贵，非常贵、啊。咱们叫一下医保，然后那个咱们弄好了，宝宝的医保也叫一下。刚才我问了一下，他说宝宝也要叫医保。你的医保好了，我的医保好的可以说好。不不不，你的医保没有好，我的医保也没有好。还没有，还不会生病。因为他今天那个申报上去，申报上去，他那个要等一会儿，明天肯定是可以的，一会儿晚一点我再试一下。然后等钱交上去，我再带你去办卡，办一张卡，那个卡，然后你就拍照片，是不是要拍照片？要拍，那个卡，然后你就跟中国人一样差不多的那张卡。哎呦呦！大家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还没有医保要做医保，因为太贵。好的，可以说去医院小的问题没有什么，但是。有手术要花钱，就是说你可能省 你可能省了很多年的钱，但是一场手术都会花掉的，所以说医保是办医保是对的，买一个平安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
放。我现在还不明白我们要做文件，文件都多带一点。文件都好了，我们这天有去弄的。看，然后办这个卡。那个我12岁。然后你也有。太丑了。走。你老公是不是都和我和中国人一样，个性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在异人？对。还是老外。是一个老外有卡的老外。不是中国人吗？等你哪里卡？哎呀，你有中国宝宝，你就是中国人。老公到了吗？是这边呢？对啊，就在咱门口。是不是很近？我想要去莆田。没有。哎呦，现在方便啊，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那现在慢慢的，咱这边有很多可以办理的点。啊，这个是刚好。今天旅游比较忙，然后要排队。为什么？然后我在这排队，因为如果排号排到了，他家不会去办理，我先去办理，然后他家回家拿一下照片。哎呀，雅子，哎呀，干嘛干嘛？一直听我的声音，一个嘎嘎嘎嘎嘎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空，也要做文件。水有吃的有好。嘉欣，你们家太可爱了。浩金，哎呦，这个在乌克兰拍的。还有浩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太多，一个帅哥。你们，我现在给你们看，你们会笑。我的眉毛，我的脸，我。哎呀妈呀，真的不行。哎呦，第二个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比这个好很多，是不是？这边脸太胖了。这个两个应该是这个还好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边我不知道我怕什么。这边我真的不知道我怕什么，这个照片太丑了。好，拿两个。等我第一年来中国。第一年来中国。对啊。一九。那时候你在放假。啊。2019年。对。啊，我知道中午的文件太麻烦，他们做一个小时多，现在可以说五点，他们下班。五点半了。但是现在五点半。嗯。现在五点半，他们没有说，哎呀。啊，好了，明天来。不要，我们现在下班了。他们没有说，他们做我的文件好了，然后说可以。哎呦呦！我现在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我的视频，但是非常感谢你们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嗯。你不知道，你去接宝宝。嗯。我和那个美女，她真的很漂亮。嗯。我看她是拿我的护照，她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。太简单的紧张，对，他太紧张，你知道。然后他也有打电话很多别的人，你知道，他要问一下要做什么。他想我不会说汉语，他问我有没有驾照，然后我听驾照，但是我说你说什么，他然后不说，你知道。他想你听不懂。然后我说你说什么，因为那个麦克风很不好，你知道。然后我说你说什么。我说你说驾照，我有驾照。他说啊，你有驾照，哎，给我。我说但是我老公去接宝宝，驾照在车里面。好的，照片行吗？他说行，老公快点打电话。你哎呀妈，你知道他真的害怕，但是没事，下一次外国人来那是这样子的，很简单的。对，没事，加油加油。